剧本儿，剧本儿出来吧，念了吗？还还行行吧。哎，乖乖，有点懵，害怕在里面了吧？待的时间太长了。剧本儿，剧本儿，哎，又老实了，要不天天淘呢，要上厕所吧，我知道还是吃饭？今天呀，得打扫个卫生。嗯，里面挺干净，应该是没尿。去热水吧。去吧，嗯，喝水喝去，水或者是饿了。吃包饭。菊宝，菊宝，哎，来吃主食罐头。嗯，这么爱吃呢？你去宠物医院扎针，大夫都说你长得好，长得好看，养得也好，干净，怎么也看不来像一只别人不要的猫啊！听听，还说你有美短血统，现在的小猫比较好喂，大猫们就这不吃那不吃的，连主食罐头都不吃。小菊宝今天还是有点不太精神哈，还行吧，也你许正。看没平常活跃。小家伙呢，这也能吃一半儿。刚才还喝点水哈，要不喝水，一急眼都吃了。哎，你咋了？哎，咋了？咋了？不吃了呢？还有心玩呢？你去，不还吃吗？没吃完不要溜号吗？专心吃饭。哎，给转到你，转到你嘴下。哼哼，看看小背影，还是不是小蝈蝈？哎，你咋了？不吃啊？不吃啊？找人玩了？哎呀，还行，精神呢，还可以。这两天知道自己的名字了，喊他菊宝，他就知道了，就跑过来。不过来了，那你就啊洗脸去了，剩几个球？剩俩球了，扣掉那个绿球哪去了呀？哎，菊宝，我要上厕所了，你啊，你真知道好歹起来了，好嘞，让位置就好，叫啥呢？哎，讨厌哈，打搅别人休息。